Okay, 大家的名字就讲 This name is 弟弟，那那个是弟第一个的那个弟弟就是弟弟了，第二个弟弟是那个长毛那个，那那这是其中一只弟弟，有两只弟弟，这只是其中一只长毛弟弟，好像在门口那边，那是不是这只？啊，你们看到大家在这里躺在门口旁边那个长毛那个吧？是不是啊？躺在门口那个长毛那个，跟那个在椅子下面这个，他们这两只就是弟弟 ，D I D I D D。应该这个标题就放 This dog name is This dogs This two dogs name is 弟弟，那这是第一只的那个弟弟，这是长毛这个在门口外面，是第二只的弟弟，就是弟弟咯。弟弟弟弟我大概一月多吧，好像一月三号开学，可是是 Group B 的先开始上线，然后下星期来到我们 Group B。 很久都没去过学校了，大概一个月前去过吧。弟弟滴滴，一二，你们两个滴滴 two dogs 过来，那这个滴滴已经过来了，另外一个在那边睡觉。滴滴滴滴，哪会过来啊？啊，那他们这两只弟弟，他们这两只 two dogs 两只狗的弟弟已经过来了。OK， 给。